九九流浪的河沟，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这难一切生命，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四卷经文的科判呢，因阿难自闻而劝修。因为阿难尊者一向就是注重在多闻，注重多闻的缘故啊，他对于修持方面就不肯下功夫。讲到这里，他还是为了因缘自然啊，这个搞得这个头昏脑胀。那么因此佛到这里前面把这个他所执着的因缘自然的问题呀、已经解释清楚之后，劝他要好好的下功夫修行啊。上次是讲到爱佛甘故令你解脱，接下去现在要讲的是事故阿难，你虽历劫一持如来秘密妙言，不如一日修五漏业，远离世间正爱二苦。这就是用意在劝阿难好好的下功夫修行。所以前面佛把这个因缘自然的问题说清楚之后，就对于阿难说，菩提涅槃尚在遥远，非你历劫心勤修正。阿难呢，你想要成就无上菩提，证道究竟涅槃，可是你的路途还是很远很远的。如果没有经过历劫多生多劫的时间努力辛苦去修行啊，是没有办法证到无上菩提的果位的。那你一天到晚虽复一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只一细论啊，听得很多啊，而且听过之后你都能记起来啊，一持一心中念念不忘，持能够受持佛所说的一些教理。那么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所说的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啊，部是类别，佛所说的法总不出这十二类，心意叫做十二分教，就是常行、重诵、受记、孤其诵、无问自说、因缘、比意、本事、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这是所有的教典，一言文字，总不出这十二类。所以叫做十二部经，不是指十二部而已啊，部是类别部分，所以心意叫做十二分教。这十二类总包含佛的一切法，这都是清净微妙的道理，多到恒河沙数那么多，你都能够记得起来。
只有增加游戏之论呢、啊、说说而已，如画饼而不能充饥，没有办法吃的，别说是要吃饱。所以说你虽然把因缘呢、啊、自然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人间大家都称你多闻第一，你多生多劫就是熏习多闻，但是到了今天你也不能免离这个摩登伽女的难，那么因此之故，到了这里佛劝我呢，你必定要下功夫修了，不能再像从前呢这样子只是记忆多闻过日子，因此之故，是故有承上文而生其下文，因为你一向就是注重在文字上语言上记忆下功夫，不曾下功夫去修行的缘故，哦呢你虽然经历多生多劫，一持如来秘密妙言，秘密妙言呢是赞叹佛所说的话，非常的微妙。怎么叫做秘密呢？含藏四理叫做秘密。佛的所说的法里面包含很多事项，很多理论，四理圆融讲的很多，而里面都能包含，所以叫做秘密。不是不让人知道的秘密，而是说明里面包含的道理无穷无尽。妙言，妙是微妙，言是庄严，佛所说的法都是难思难议，所以叫做妙言，难思性相，所以叫做妙言。无论是说理的性，说事的相，理事性相都说得非常的微妙，清净庄严。那么你记忆这些佛所说的法记得很多很多，不如静下来以一天的时间修断烦恼的工作，不如一日修无漏业，漏比方烦恼，修行能断烦恼得到无漏的功德，你呀、啊、不如把心静下来用一天的时间，最起码以一天的时间来修行，修行求断烦恼，烦恼断了证到无漏的圣果，才能了生死而成佛道，这不如一天来修无漏业，只这一天功夫就胜过你多劫的一时，单记忆那不能够断烦恼，必定要下功夫去修行，那么下功夫修行啊，就是短短时间也能消除烦恼。古人有这么一首句颂说，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灰，一念心静成正觉。能够把心收起来，不打妄想，静坐，好好的短短时间静坐，须臾是最短的时间，一天有30个须臾，一个须臾呀，不到一个小时，那么就是短短一须臾的时间静坐吧，那么静坐不到一个小时吧，可是胜过你造恒河沙数的七宝塔，造恒河沙数七宝塔来供养佛的舍利，功德固然很大，但是那都是有漏的福业，宝塔到了世界坏了，宝塔都要坏掉，宝塔毕竟化为灰，你能够静坐短时间，有这一念心静下来，就能将来成就正觉，成为将来成佛的第一步。所以因此之故，必定要把心静下来，好好的修行啊。所以如果你能修行的话，就能远离世间的憎爱而苦。在我们人道世间里，
所有的苦啊，虽然很多，三苦、五苦、八苦、无量诸苦，那总合起来，不出这两个字，正、爱。我们一天到晚就在正与爱当中啊，在哪里打混啊，辛辛苦苦的过日子啊。这个正爱两个字啊，世间人差不多初初见面彼此谈得来啊，那么相见的时候都觉得很好，都会有一念这个感情，有爱啊。可是住久了情况就不一样，慢慢就会发生变化，慢慢由爱而变成不爱，由不爱严重到憎恶讨厌，会发生这种情况啊。细细的观察人世间，还不是这个样子。家庭里父母兄弟啊，本来是最亲爱的，可是他们都会发生事情闹纠纷啊。为什么？久住了就会发生不同的意见，发生摩擦，这个摩擦啊多了就变成这个憎恶讨厌啊。所以暂时同住觉得彼此都很可爱，就是爱，久了就发生憎啊，久住令人厌啊。同住久了他就觉得你这个没有什么，甚至意见不合啊，吵架啊，吵了多次了，打架严重到啊，甚至啊发生这个生命问题。那么因此之故，众生就在这个真爱两个字当中啊，在哪里打滚啊。喜欢的人你就爱，不喜欢的你就争。那么我们一天到晚就在争与爱两个字当中啊，在哪里打转，吃这个苦头啊。你看看世间一切事还不是这个样子啊，从家庭到外面的一切亲戚朋友啊，乃至所有的人啊，所有的表现总不出在正爱当中啊。这就是众生的根本苦恼，尤其人道众生就在这个真爱两个字里面呢，在哪里打滚啊，辛辛苦苦的这样子过，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啊。如果不晓得修学佛法，总离不开这两个字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你能够静下来专修，不要多，一天好了，能一天用功修行，就能够远离世间的真爱二苦啊。如果不在佛法上下功夫，不用功修行，永久继续苦下去，就在真爱两个字没完，尽未来际啊。那么下面举例啊，就是像摩登伽尼啊，如摩登伽所谓淫女，由神咒力消其爱欲，法中精明性比丘尼啊，就是像这个法会引发因缘啊，这个摩登伽实际上是摩登伽的女儿，摩登伽女啊，因为经文它都是四个字一句啊，啊略掉那个女字，因为摩登伽是个老母亲啊，摩登伽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做薄伽提啊。那么这个经文里面所谓淫女啊，一般人往往把这个淫女两个字看成这个好像这个风花水月的那一些东西啊，以为他们是好像那个这个公司唱的那一类，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搞错。这两个字啊，应当只是表达正常的女性，是个多欲而正常的女性。假如摩登伽尼是个像唱料理的女性的话，她不会爱我男。为什么？那一类人呢、啊、她是人皆可夫啊，
他何必找阿难呢？啊，所以他这个会找上阿难，第一，过去俗业所追，啊，多生多劫的因缘，他一见呢就不能够分离。第二啊，她是个正常的女性，啊，她要追求一个另一半，是她所需要的，所以她不是那些花街柳巷里面的东西，啊，不要把这云女两个字看得很不好看，啊，觉得很不对，是好像很不好的那种人。实际上，经文里面的这个字啊，只是表示她。正常的女性当中，她是个多欲的啊这类人，而且按照其他的摩登伽经里面记载，摩登伽女跟阿难过去500世为夫妇，彼此的恩爱啊非常的严重啊。那么阿难虽然是修学佛法，那么由摩登伽的这种情况也拖累到他的修行的功夫。那么因此啊，摩登伽女过去多生既然是都追随在阿难身边，多多少少啊他总有修持的机会啊，他总能听到佛法，也能学到佛法，也有所修持。所以他今生碰到因缘，虽然是有这个情况来听这个楞严，那么由佛的神咒之力使他消除这个欲爱，而且能够发心出家，证到第一步就证到三果所以叫做由神咒力消其爱欲摩登伽女的爱欲心很重，由佛说的这个咒的力量把他的这个爱欲心能够消除之后正常的出家那么在楞严会上他听到佛说法，第一步就证到三果阿那含，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好像看到他今生命没有修行，可是他闻咒闻法，由此就能证到第三阿那含果到第三阿那含果啊，就是把欲界的烦恼断尽了初果断见惑88识，二果断欲界的思惑前6品，三果要把欲界的9品思惑整个断掉。那么摩登伽女她就是听到佛所说的咒，一方面听到佛法，由此啊消除他的欲爱，而由此证到这个第三阿那含果，就是已经把欲界的烦恼思惑已经断除了。当时佛讲经到这个第四卷这个地方摩登伽女是第三国的这个比丘尼，而他的名字就改作叫做性比丘尼，这个性就指他的本性，说他虽然是多欲啊，但是他多生的本性是清净的所以在佛法当中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性比丘尼，已经为比丘尼当中证到第三阿那含果的这位的很了不起的出家众那么这是说摩登伽尼有这个因缘，他能够断掉欲界烦恼意思是哪来警策阿难，勉励阿难。你看看摩登伽她是个女性，她一闻法就能证三果，你到今天，当时阿难只有出国虚陀缘，直断见惑，思惑完全存在，所以因此之故佛劝她，你得好好修行啊，你跟不上人家了，还不如这个如法修行的女性，你堂堂丈夫不如这些发心修行的女性，那你没见小用这种方式来勉励阿难，激励他。
这是拿摩登圈尼啊来啊鼓励侧面阿难的道心。接下去说明这个摩登圈的这种情况与罗侯罗姆啊情况啊有点相似，所以把他两个人提出来做勉励阿难的方式啊。所以经文接下去说，如罗侯姆耶稣陀罗同悟俗因啊，知利是因啊，贪爱为苦啊。那么这是说明摩登伽能够断欲界烦恼，他就知道这个三界内欲界啊，就是以贪爱为苦啊，由此得到超脱，很了不起。那么同时这个罗侯罗的母亲耶稣陀罗也是有这个因缘啊。那么他出家之后证果，了解明白啊，世间上的众生就是在欲爱中啊轮回受苦啊。罗诃罗姆，罗诃就是罗诃罗佛做太子的时候的儿子啊，名字叫做罗诃罗啊，鱼就是供啊，跟罗诃罗的母亲耶稣陀罗，耶稣陀罗就是罗诃罗母亲的名字啊。既然罗诃罗是佛做太子的时候的儿子啊，后来出家做小沙弥，那么罗诃罗的母亲名字叫做耶稣陀罗，耶稣陀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华色，莲花的花啊，就中华民国那个花了啊，颜色的色叫做华色。还有一个翻译叫做明文啊，就是他是很有羞耻的人啊，明文歌手啊。那么这应当是以后的话，而他原来的名字是法身啊，就是他在印度当时是很有名的啊，相貌庄严啊，这种人啊。那么耶稣陀罗是罗侯罗的母亲，这个经文的文字啊非常的文雅，非常文雅啊，他不会啊这个爱到佛的庄严，哎，他的文字就写着与罗侯母罗侯罗的母亲耶稣陀罗啊，同样悟到俗因，俗是过去往昔，过去多生的因缘就是造的很多这个世间爱的业力而不能解脱啊，今天。能够出家修行证道圣果，这是非常难得的。看到经文这种文字啊，我们会想到当时翻译的时候尤其论文的这个大德他的文法非常非常之好啊。最难得的这个地方，他能够回避佛的这一边，不会有影响到佛的庄严，所以说罗诃姆耶稣陀罗这个文字多文雅，哎，看看注解呀，有些注解就会弄出一些笑话来，弄成语病啊，执掌啊，清朝初年的这个达天通理法师的楞严经执掌书。他对于这个与罗侯姆耶稣陀罗，他要解释这个耶稣陀罗文字写的啊有点不大好，有语病。他怎么写呢？执掌里面说与有同也，就是这个与罗侯罗的与有同也，这个没有问题。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感恩法会，神州中明伽蓝护法仪轨即恭送妙法莲华经四药品，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广护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月18日星期二，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8686。03989898686，0398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初堂，从社初时，当愿众生深入佛智，永除三界。